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请诸位大德翻开《大般涅槃经》经本第526页。我们今天从526页经文第12行第一个字，尔时狮子猴菩萨摩萨言，这个地方开始讲起啊。我们请看经本526页第12行第一个字，尔起。尔时狮子猴菩萨摩诃萨言：世尊，菩萨具足成就即法，得见佛性而不明了。诸佛世尊成就即法，得了了见。善男子，菩萨具足成就十法，虽见佛性而不明了，因何为实？一则少欲，二则知足，三则极尽，四则精进，五则正念，六则正定，七则正慧，八则解脱，九则赞叹解脱，十则以大涅槃教化众生。狮子猴菩萨言：世尊，少欲知足有何差别？善男子，少欲则不求不取，诸足得少之时，心不悔恨。少欲则少有所欲，诸足则但为法事，心不愁恼。善男子，欲则有三：一则恶欲，二则大欲，三则欲意。恶欲则若有比丘心生贪欲，欲为一切大众上首，令一切身随逐我后，令诸四部悉皆供养恭敬赞叹尊重于我，令我先为四众说法，皆令一切信受我矣，也令国王大臣长者皆恭敬我，令我大得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上庙屋宅，为生死欲，是名恶欲。云何大欲？若有比丘生于欲心，因何当令四部之众悉皆知我得出住地乃至十住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阿罗汉果乃至须陀洹果，我得四禅乃至四无碍智，位于利扬，是名大欲。欲欲则若有比丘欲生梵天、摩天、自在天、转轮圣王、若刹利、若婆罗门，皆得自在，为利养故，是名欲欲。若不为是三种恶欲之所害者，是名少欲。
一则名为二十五爱。唯有如是二十五爱，是名少欲。不求未来所欲之事，是名少欲。得而不着，是名诸执。不求恭敬，是名少欲。得不积聚，是名诸执。善男子，也有少欲不诸，少欲不明诸执，有诸执不明少欲，也有少欲也知足，有不诸执不少欲。少欲则为须陀洹，诸执则为辟支佛，少欲知足者为阿罗汉，不少欲不诸执者，所谓菩萨。善男子，少欲知足复有二种，一则善，二则不善。不善者所谓凡夫，善者圣人菩萨。圣人菩萨，一切圣人虽得道果，不自称说，不自称说故心不恼恨，是名诸执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萨修学大圣大涅槃经，亦见佛性，是故修习少欲诸执。我们继续前面，佛陀为狮子猴菩萨摩诃萨及大众说明佛性的义理啊，佛性不思议的功德啊。佛陀介绍完了以后，狮子猴菩萨提出正问，为众生问：佛性这么殊胜，那怎么才能够证得呢？啊，怎么才能够修行开悟见性呢？大家知道，佛性就是我们的本心呐。我们现在染了五欲六尘呐，啊，也有了见识二惑的习气呀。你不要，你只要把这些啊见识二惑的习气除掉，把染着世间法的这些啊善恶诸法舍去，也把出世间法的苦空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啊，还有空假中三观啊的绝照舍干净了，恢复本有清净无染无所依止的本来心，它就是佛心啊。这个本心不在内外中间啊，虚灵不灭，它变现十法界三千诸法呀，它是先天地而有啊。所以你在证了佛性，因为它是你变的嘛，所以当然整个法界的事情啊，了若所掌，圆照十方法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那为了让我们明白，所以古德告诉我们：性入一切相，相入一切性。其实现象是一件事啊，啊，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，那个梦境入一切心，心也入一切梦境，啊，那对我们来讲根本不要做这样的解释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梦是假的，它全体都是心呐、啊，一样啊。如果要告诉我们的浩瀚的宇宙，它就是你佛性幻现出来的，不容易懂啊。但是告诉你，性入一切性，一切相，相入一切性，互为交融，所以当然你圆照十方法界，任何个点上都有你的自信，所以你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啊。其实整个浩瀚的宇宙都是它幻现出来的，像做梦一样变现出来啊，变现十法界三千处啊。但有情众生，他的业力跟哪一道相应，谁也牵引到那一道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一道视为真实的。其实他到了那一道的正报身心，跟你的依报世界，全体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啊，跟你过去所造的种种因缘有关系啊，整个全体都是变现出来的，啊，所以你迷的时候，像我们在人间法界，迷的时候就缘无明，行识明，说六如畜生爱妻有生老死，
迷了嘛，所以这十二因缘其实从无明行一直到老死，全体都是佛性幻现出来的啊。所以你迷了，念念往外攀缘，这十二因缘就是惑业苦。如果你悟了这十二因缘当体就是佛性，当体空寂，这十二因缘它就是如来的法身得般若得解脱得常乐我净了。所以啊，学佛只在迷悟染净不同而已啊，迷了就染了，悟了就清净，恢复本来心，你就开显你自信的恒沙妙德啊。如来所证的就是开显自信的恒沙妙德，三明六通十力十八不共法四十无碍，都是自信的恒沙妙德啊。所以狮子吼菩萨听完佛陀的解释以后啊，心有感触，为众生提出问题来，这么好的佛性我们怎么能入呢？我们请看经文。尔时狮子吼菩萨摩诃萨言：啊，世尊，菩萨具足成就机法，得见佛性而不明了，诸佛世尊成就机法得了了见呢？那当然啊，如果有大修行人一直植物悟到了极处了，顿入顿修顿证悟到了极处了，那就直了成佛了。但是那个真的是啊，太少太少了。即使在佛世的时候啊，舍利佛、龙尼啊，还有迦叶尊者，对吧？开悟见性，但是他这个开悟见能够又悟到了极处，直了成佛了，那也是他累世累劫所修的福慧的资粮啊，而不是他运气特别好，今世就悟到了极处了。一般的修行啊，都是接次而入，先得了相似即佛啊，叫相貌见。相貌见就是还有事理的分别，还有自见啊，还有觉照相貌见啊。比如说相貌见，他知道这全世界里全相即性，这整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自性，他有性相之别，他还有事理之分，他还有明白理，还有觉照。但是他是依死而修啊，依他所悟的境界在觉照离相，他知道法界当体生即是无生啊，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，他知道这个真相啊，他知道全相即性，全世界里是事理不二啊，他知道整个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是我们的自性啊，如来藏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，没有能所啊。所以楞严经会四颗即真，告诉你我们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这是我们相待能所断常有无啊，它其实全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这会四颗即真，圆彰七大即性，这地水火风空根事，它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要最容易明白的就是像梦醒过来了，你在做梦有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你在梦没有醒的时候真的 有你有别人啊，也有你害怕的对象，也有狮子老虎的妖魔鬼怪，还有你喜欢的东西。梦一醒了，全体都是心，没有梦境里面没有一法不是心，醒过来通通没有障碍了啊，醒过来了心平气和，在梦境里面啊，有苦乐有喜舍啊，啊有恐惧有怖畏啊，醒过来了心平气和，没事，天下太平。那个梦心就好像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那个梦境就是四颗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地水火风空根事，醒过来当体即空啊。那个相貌见就是，所以醒过来了，但没有醒透了，所以还需要觉照啊。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《金刚经》所说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但是你连若见诸相也要非相啊，不能还有个
说若见诸相非相啊，还有这句话，若见诸相非相，也要非相，也要理啊，消归自性。连这句话不可得啊，向上一路千乘不传，物就是不物，得就是不得，直下会起这不增不减的本来心，它的体相用就是了了见，就是即法身、即般若、即解脱，看到了法界一相啊，不见一法生，也不见一法灭啊。相貌见，他依照全世纪理，全理即事，事理不二，全相即性的这个真相，他可以看到不见一法生，也不见一法灭，但是他还有不见一法生，不见一法灭的这样的接受。但如果是了了见，连这个也不见了，不见一法生，不见一法灭，是因为你有见法生，也有见法灭，所以才告诉你不见一法生，不见一法灭。但是你还有不见一法生，还有不见一法灭，你还是见了这一法。那但是你见了这一法，这是相貌见，你看到的真相，用这样来觉照离一切相。到了这句话消归自性的时候，啊，物就是不物，得就是不得，就是不得。不再明白理的，直下会取本心，清净无染，无所依止，没有任何一点依靠。啊，你看我刚才所讲，不见一法生，不见一法灭，你还有这一法，还有靠了这一法，那还是有增啊，有减啊。所以这一法也消归自性，物就是不得，即是不得，向上一路，千乘不传，向上一路，密不通风，直下承担这一念的心。那就了了见，这一念心的具体大、具象大、具用大，具体具用、具用具体，中间没有一点夹杂，没有夹杂一点结照啊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三轮妙用，大用现前，不存鬼子啊，啊，那就是，这是了了见，啊，所以了了见呢，就不再明白理了，不需要透过了结照了，所以他的。提出了这个问题，菩萨具足成就即法，得见佛性而不明了，这是相似即佛，从原教初性一直到实性，相似即佛都是这个境界，只是他那个觉照的，如果位阶越高，越维系越维系，系到最后尽智双往能所双明，哈，连若见诸相回向也不见了。连不见一法生，不见一法灭，也不见了，消归自性了，啊，那就破无明，正法身，真正分正佛性了，成为一切诸佛了，那就了了见。所以，这个而不明了，这是指相貌见，从别教出住，一直到十回向的位阶，都是这个位阶，但是这个位阶。了了见，有的是比较粗，有的是比较细。到了十回向，说越临越细，越临越细。所以，啊，一菩萨到了修学，别教的菩萨到修学，原教唯有度一佛圣嘛。那我们一般都是一菩萨到了修学，所以这里讲菩萨成就即法。那一菩萨到了修学，那就用别教，那个十住修空观。断见到七住断见之后，然后看从修假观啊，空观成从空出假修假观啊，所以这个实行啊，实行位其实从八住一直到实行，这修假观啊，破尘沙后，那假观成啊。真实等观，能够习两边分别止修中观，所以十回向修中观，啊，所以还是有依靠啊，啊，但是这个过程的都是相貌见，但到了十回向相貌见的越来越微细了，然后修中观依淡中佛性修中观，所以淡中佛性还是始于相貌见，它有两边跟中的分别，啊。那到了了了见，中也不存了，啊，中边既不存在，既体既用，既用既体啊，既法身，既般若，既解脱，没有任何的觉照，不再明白理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
三轮妙用通身化为真理，这则三德涅槃的常乐我净啊，这则极乐世界啊，诸佛啊，世事无碍法界啊，那就是从修中观，然后啊出回向，一直到十回向，越临越息，越临越息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净智双明，人所双亡，顿破无明，现法身啊，破一分根本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啊，你那念心就是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你那念心，你长生在那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，你可以百千万亿化身没有障碍，破两品一千个，破三品两千个，辈辈增上到了十地果地劫，净法界就是你一念心体，你长生在净虚空遍法界里面，到处都有你啊，啊等级这更清楚了，这功夫就更细了，到了妙解生土不二，因为他没有一丝丝的那个身相无明，没有了，所以像个绝对平静的水面啊，他空中的倒影啊，你看那个倒影跟水无二无别啊，所以到了妙觉位啊，四十二不明断尽的时候，全身即土啊，司法界三千诸法就他一个身，就是一个如来身了、啊全心即土啊，也就一个如来心啊，这法界就是自己，我们本来也是这样啊，但是我们一念不觉生三气，变成了一个个体了，变成了水，变成了泡泡了啊，就像水面上的一个起了个泡泡了，这个泡一破，整个大海就是你呀、啊。这个泡泡对我们来讲，就是我法二执啊。从我法二执生出了这八十五十心所啊，啊，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。所以佛在菩提树下开悟见性的时候，他就说明了啊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都有，因为整个法界。我们大家是共用一个法界嘛，浩瀚的宇宙都是我们大家共用，但是因为你从这里面喷出了一个一有我法二执，变成一个水中的水泡啊，水中的水泡跑来跑去，就好像空中的这个泡和那个气泡跑来跑去啊，但虚空没有跑来跑去啊，只是那个水泡那个气泡在那里跑啊，虚空不是被那个泡泡带着跑来跑去啊，虚空言不动啊，泡泡自去来啊，你泡一破，整个虚空都是他、啊、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整个浩瀚宇宙跟你连在一起啊，但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我法二执的泡啊，这我法二执产生出来就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所以但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，如果把这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以后，一切如来智、如来的智慧等等，通通在你心性现前，因为你就是如来啊，你这个泡沫一破，你跟法界整个穿在一起啊，我们没有离开法界、啊、你就是法界 啊，你这全体法界缩成了这么小，你只要把我法二十把这妄想分别破掉了，你这么小的身见我执法执的浩瀚的变成法界，就是你的前提啊，这么不可思议啊！所以，菩萨具足成就机法，得见佛性而不明了。先问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般的修行，行菩萨道是依次第而修，依次第而修，都先从虽见佛性而不明了，从相貌见，相貌上，别叫出处就相貌见了。但相貌见了个好处啊，为什么？他了解真相，他虽然有觉照啊，他虽然还有觉照，但他缘浮烦恼啊，缘教出住就缘浮烦恼，缘浮了，不浮而浮啊，用觉照不浮而浮，到了七住的断见之后了，所以断见之后你看了、啊、六根清净位啊，那准六根清净位，即使缘浮的时候已经相应到六根清净了，所以从缘浮以后的起修啊，那个修行就叫易行道，真正的易行道。我们现在不是说，我们现在说念佛易行道。如果是念佛易行道，虽然经上讲说，念佛人万劫万人去，也现在几个人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烦恼服不了嘛。
没事的时候好像在念佛，一有事马上烦恼生出来了，你服不了啊。所以真的要念佛，要断烦恼，真的要下很大的决心，很大的毅力啊。尤其在末法，这诱惑力很强，这佛号要来降服那个诱惑力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你除了你念佛要又了解空性，那是最得力的，因为了解这万法得不到，那当体即空，身就是无身，贪着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体就是空寂啊，是你自己的梦境变出来，你自信变出的身心世界万法，帮助你念佛能够放下。虽然念佛碰到境界，念佛不够力的，马上用智慧觉照，马上把它破掉。但如果是你是比较出诸位啊，他不以万法为理，对不对？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。我若无心于万物，何况万物常为扰？所以他修一行道，从一行道中一直修行，到了别教七住断见之后，名义上叫做出三界了生死，但是菩萨是生生世世是在三界帮助众生啊，将来圆成佛道了。所以你看，他先问，然后。从住位，然后修假观行位，然后入回向位，修中观，修中观福根本无明，然后破无明正法身，了了见佛。所以他先问具足成就即法，这真的为众生问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为他自己问的，狮子吼菩萨的法身大师，前面佛陀就赞叹他，他直接问菩萨修学即法能够了了见佛性呢？他先问，以我们众生问，我们当然要先从相貌见，虽见佛性而不明了，你成就了以后，你才能够继续努力破无明正法身，而成为一切世尊成就即法得了两了了见。这了了是看得很清楚啊，像手中的安摩罗果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为什么？他已经在用它嘛，具体大、具象大、具用大，他不在明白里，他不需要脱以觉照，不需要觉观了、随手拈来都是佛性了、随手拈来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、他用的是理具三千呐、他绝对心，如如不动不取不取相，绝不往外缘的。那我讲绝不往外缘，是因为我们有外缘，有互相外缘，所以才想不想外攀缘，他根本不会怕，不会往外缘，他干嘛要放下缘？不需要啊，中道妙心现前呐、随手拈来，无一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是知道该怎么做，无一不是真理的化身，那得了见的见地啊，那是一切诸佛啊，所以一定要先从相貌见，才能够达到了了了见，所以他底下就问诸佛世尊成就即法得了了见。你看这个问得非常好啊！你从相貌见怎样能够入了了见的境界，这个就是在说明。当你在相貌见的时候，要再怎么用功，要再怎么突破，才可以从相貌见入了了见。问得多好啊！佛陀就告诉他：善男子，菩萨具足成就十法，虽见佛性而不明了啊！修行十法。虽然见佛性是了了见，因为你还有自见在啊，你还有性相的差别啊，你还有若见诸相非相的这个境界啊，你还有见无生生就无生的相啊，或者如果把它消灭自性，哪需要有这些名相？说相上一路千生不传呐、他还有这些自见，他还有这些明白，这些明白什么呢？觉照、觉观、觉观、观照离相。但因为他真正有亲自的证悟他的觉观的觉照的力量很强，他有亲自的证悟，这真的当体即空啊！所以他稍稍一起呢，放下他，马上就放下。那如果你没有证悟，你只是文字的觉啊，乃至只有思想上的有啊，但是你眼睛看出去的都是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，又受了环境的影响，你那个觉照根本使不出力来。你那个思想上的东西，还有文字上的东西，根本使不上力啊。但是如果他是实证的，他使得上力了，他真的断
断剑后啊，哈、啊，他了了剑了，开始跨入了这个境界啊。他圆斧翻了、啊，虽然弯了没有断，但是他真正看到这个境界啊，他知道整个境界都是自己的自信，当体即空啊，说万法皆空，万法唯心，整个都是心，像梦醒过来。他死死的，虽然没有全醒，但已经醒一半了。所以他只要一体觉照，马上就放下来，马上就放下来。所以他还有觉照。啊，还有觉观，这个觉观是越来越细，从修假观，啊，修空观、修假观，到了修中观，是最为细，细到最后了，突然断了，尽智双明能所双王就觉照、觉观断了，正法生了，破无明正法生了。所以菩萨虽然具足这成就是，虽然是亲证佛性，啊，但不是一悟悟到了极处啊，他还要透过了觉照。透过了慧观观空离相，啊，最后才能够了了见佛性呐、啊嗯。那这实相是什么？因何为实？啊，佛陀说明这实相者，一者少义。啊，这实相佛陀底下马上会说明，但我简单说明一下，少义其实是正义，正确的欲望。佛陀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有任何的义啊，不是叫你。断义啊，断了义，你要吃饭怎么行？你不吃饭怎么行？你没有吃饭，没有睡觉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下就要离了这个吃饭、睡觉啊、睡眠啊，那怎么行、啊？所以你看，出家人还要世事供养啊，饮食、卧具、衣服啊、医药，还要世事供养，这是正义。佛陀告诉你，你只要吃得饱，穿得暖。有个遮风避雨的房屋可以住，不要再多需求了，因为你需求心就是增长恶法二执啊，你有需求心就是三界，因为你修行的心都是，尤其在我们人间法界，人间法界所需求的就是啊五欲六尘，连色界都去不了啊，色界已经没有这个人间五欲六尘的需求心了，但他喜欢禅定啊。这个定身喜乐离身喜乐地，定身喜乐地离喜妙乐地，舍念清净地，他有惨烈为死啊！你看这么惨烈为死啊！你看四空天也是惨烈为死啊！他是舍念清净呢 啊，他有这样惨烈为死，都出不了三界啊！那何况我们欲界的很粗的，所以你只要有正义，吃得饱穿得暖，其他不要想了 啊！因为你要追求的是什么？解脱啊，三界解脱啊！所以如果一个真正在追求三界解脱的人，他心里绝对不会嫉妒障碍的，不会去羡慕别人，哦，他很有钱啊，对不对？我早期啊，对不对？看到人家开的名车还有点羡慕，还要去看一下，现在我连看都不要看，对不对？我们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走的是要走出三界的路啊，你走的是要在三界里面混的、啊、你走的是后一苦啊，啊，我觉得是解脱自在无碍啊，你是找了后一苦啊，你去拼命追求这样啊，啊，有的人开那个车子，还故意把那个眼镜不晓得怎么改成一叫一声，轰，吓死人，对不对？他啊，希望大家都看他一眼，他很生气，那自卑感太重了，对不对？他才用这样来庄严自己，何必呢？心里很空虚啊。你一学佛，心里越来越踏实，一点都不会羡慕人家。真的，那个人说：“我操，他一年赚几十亿，对我一点羡慕都没有。”现在真的这种心跑出来了，你心才会在道上用功、啊、所以呢，真正有正义的人，他不会羡慕的，他不会羡慕嫉妒别人的、啊，啊。所以我常讲，修行修得怎么样？问你自己，你的心里都在羡慕他。哇，做多官，哇，出门都有这样，哇，左呼右拥啊，好神，左呼右拥啊，哇，神气的不得了，一点都不羡慕啊。你只是把你福报享尽而已啊，你不是你的皆是很行啊，你是过去生的人帮你造就你今天的成就啊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平等在个空性上，我要找回我自己的空性，而且你永远找着生死轮回啊，我们是同情他，替他悲悯啊，希望他能够 早日离开三界的生死烦恼啊，我们替他悲悯。所以你真正修行，吃得饱穿得暖，其他都不会羡慕，没有羡慕人怎么会生烦恼，有羡慕有嫉妒，嫉妒本身就是烦恼，就是苦啊，没有这些，你一心想的就道，一心想的就求证菩提，那当然就欢喜啊。所以少义其实就正义。
正确的正义啊，正正当当的正义啊。啊，第二是知足，知足常乐啊。这修行人啊，当然要知足啊，知足才会乐啊。我们要求极乐，对不对？极乐是常乐我净的乐啊，极乐就是我们即法身、即般若、即解脱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世间的乐都得不到了，你还要求无上涅槃呢、啊？的常乐我净的四圣德的乐，那怎么可能？世间的乐知足，你知足满足了就好了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不是要这个知足，不是说哈，这个我要达到什么目的，这对不对？我就会知足了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，你永远达不到，因为你达到那目的，你又那个胃口又更大了。所以世界为什么这么多混乱，战争不停，就是这样，混乱不停，就是大家永远不会知足。你以为说我到了某目的，我就会知足了，绝对不会知足，胃口更大。啊，知足就是啊，我能够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能够安心修道，没有人干扰我啊，我就很欢喜了。因为我的目标是要出三界了生死啊。所以俗话都会讲，知足才会真正有乐啊，知足常乐啊。第三是极尽，所以我常常要劝大家，没事不要去聊天，不要去打电话，啊，有时间就把心静下来，能够控制你的心，心听你的话的人，你才会快乐啊。心不听你的，很难过啊。他整天跟你攀缘。整天往外演，坐在那里就无聊，坐在那里就哎呀，好像这椅子有刺一样，坐在那里坐立不安。一定要找人聊天呐、啊，要么就打电话，要么就去啊找点什么事干了、啊，啊。所以啊，没事最自在啊。所以那些开悟渐进的人，他是什么？他是疑心无事，疑事无心，啊，事而无事，无事而事。这是什么境界？心听你的话，心听你的话。所以我常劝大家，如果你们有几天的休息，你们把自己关在房间，关个几天，电话也不接，看看心听不听你的。啊，知道，哎呀，真无聊，怎么时间过那么慢？表示听心不听你的嘛。你说，哎，怎么一下子早上就过去了？哎，要吃午饭了。哎呀，怎么一下子晚上又到了吃饭？哎，心听你的，心听你的时间就过得很快。心不听你的时间，哇，好慢啊！刚开始时间过得很慢，到最后时间过得很快。哎，那表示听开始听你的啊。所以你看到什么禅宗识牛图，第一次要找牛，找牛鸡，找到了心了、啊，找到那个心根本不听你，是个黑牛，倒是慢慢降服你。就让他安心，安心寂静下来，哎，让他头安定了，让身子头白了，干净了，由黑的变白了，最后身子变白了，最后全身变白了，最后呢，牛在那里休息，那个牧童也在那里休息，最后呢，这个大圆相，法界一相，牧童也不见了，牛也不见了，那就法界一相，大彻大悟，万法唯心了。从这里开始啊，所以寂静，你要从这样训练，最后。心安定下来，心安定了，寂静，随所到处随安定，啊！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等公车、等人、等什么都很安定，啊！坐在那里安安定定的，哦，车子来了你就上车，啊，这也不会在那，哇，那在你慢，哇，怎么样了？啊，你什么事你都安安定定，随遇而安，哎呀，心听你的，随遇而安的人，就是寂静心的，心听你的啦。所以第三要极静啊，心能够安定；第四要精进。当然，你看到佛法的精进很多啊，啊，这精进，哦，这精进开始三十七道品啦、啊，四无量心啦、啊，四舍华啦、啊，啊，这啊六度万恨啦、啊，这啊都很多，开出了很多精进的法门，统摄戒定慧三无漏学。啊，戒定慧三无漏学，啊，又那么。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还不容易搞清楚啊！戒定慧三个字也不容易一下就了解了。把这戒定慧详细说明就是什么？仅仅在几项而已、啊，诸恶莫作，大家知道吧？对不对？众善奉行，大家听得懂吗？自清起，把心洗干净。
不要心，就前面的寂静，心要安静，安定下来，自静其意，自静就是心听你的，心安静下来，这三件事情，不仅仅这三个，一切修行就那么多的名相，那么多的方法，统摄成这三条路，大家都容易懂，所以我们的皈依正上觉得好清楚啊。作末作众生奉行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，跟你说的这么清楚啊。可是大家一定在谈玄说妙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玄才好像这才是佛法。接着那玄里头的思想的东西啊，那却把思想的东西以为就是你有那个就是境界很高了。其实你贪嗔痴没有断啊，贪嗔痴没有断，有了那思想的游戏，反而增长更高慢，以为自己境界很高，而自己现在不晓得几地菩萨。我常常呢，几地是掉到地上，掏个口都有头，那几地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是那个地啊，而不是真正是几住地的菩萨，不是啊，啊，所以要去实践，实践才有真正的。加上你自尽，加上你在听闻这大圣了义的一佛圣。啊，讲佛性的这些道理，啊，你有福慧的资粮，你就会开悟。那你开悟的时候，就很容易是证悟，而不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思想游戏。那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，那种悟是觉悟，绝对不是证悟。证悟要靠实践，跟他配合才会能够证悟的。没有实践，是不可能有证悟的，啊，所以你要去实践。你看我们讲的啊，护持佛法，弘扬正法，利益有情，这个叫做圣德，造圣德，不是只有一般的啊，给布施的，给财的，那是人天福报啊。你要造圣德啊，要叫他出三界了生死啊，要叫他得解脱解得自在，这叫做圣德。佛法里面做圣德，以前开心法师啊，他就讲心经啊，他现在心经也是很多人在学啊。他就讲了，你学心经，你要走圣德啊，圣德啊，圣德啊，啊！你看我们中国也讲太上为立德啊，其次为立功啊，最下为立言，对不对？那个立德叫圣德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叫能够处理三界生死轮回，护持正法，啊，走圣德，真正利益有情，这叫圣德啊。所以，四则精进，五则。正念啊，正念就心不要讲的比较显一点，心不要着于有无，正念真如。但心不要着于有无，这个我们不容易懂，但我讲给很容易懂。你有没有患得患失？如果你天天在患得患失，那绝对是没有正念的。有正念的人，他不会该得的总是得，该来的总会来，得了他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哦，这是我的货，我要保护的好好，他不会这些。他没有患得患失了，这些东西来只是先放在我这里一下，待会要不要转到哪里去呀、啊？然后钱水啊，这些财富像水一样流来流去呀、啊，啊，那我们一般凡夫叫水流到我这里，就要做个池子把它包起来，这是我的水，失水不长龙啊，这个水要活流才会长龙啊，啊，要活水才有用、啊。所以没有患得患失的人，他很自在，他什么？他很解脱，他人也很好啊。所以，你是不是正念？如果你有患得患失，表示你心念念就着于有无，在有无两边起分别啊。所以不着有无，正念真如心。简单讲，没有得失心，这个不容易做到、啊。所以俗话几句话都很不容易做到的啊，凡夫都是得失心的 啊。得到了怕失掉，那还没有得到，尽量挖，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，吃了十袋的都吃不完，还要更多，所以造成社会不安定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今天社会就是这样，结果带动了社会变成现实功利，啊，对不对？人人没有道义，啊，兄弟反目，啊，亲戚都为了财在那里互相争讼，可怜呐、啊，啊，人的水准几乎快变成畜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要正念。第六是正定，正定的定慧等持，定慧要等持在上面啊，不是只有定了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定慧等持。所以这个定慧等持要怎么讲比较容易理解呢？你看什么都清楚，顺逆境界清清楚楚，但不动心，不会动心呢，很清楚啊，这个
这个好这个坏清清楚楚，利害得失看得清清楚，但一点都不懂得失，因为我们人间它一定是两端嘛，相待能守断肠有无嘛，这些事情清清楚楚，但心了不动心，了不住心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一切虽然该来的总是会来，不该来的来了也会跑掉，你计较些什么东西啊？一饮一啄梦会前定，前就是你前面那一刻，不是你前身，所以你前面那一刻可以改变你今生啊，所以命运可以改啊，你知道命运可以改啊，所以命运在你的手里，你可以改啊。但是我们有依据我们前身的因缘，比如你今你这个船是啊，对不对啊？一定是说往顺水而流，是到了北方或者到哪那个方向了。但是如果吹东南风，哎，它就就朝着东北方向跑了，它都会变了。啊，一饮一啄梦会前定，那个前是你前一念了，所以你念念都是善了，善念才会带动你的善行了。如果你是恶念的话，虽然善行，善中有恶，它呢？他虽然善行，都有计谋，都有权谋的，啊，将来有什么好处？将来我要做什么？我要怎么什么搞政治利益或者什么了，都会有暗藏权谋。所以心善心善呢、啊，他的行为，即使是你看的是坏的，其实也是好的。所以有一句话才讲啊，正人行邪法，邪法就变成正；邪人行正法，正法都变成邪啊。那所以啊。的镇定的定慧等值，这些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心如如不动不起一向，而不是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不清楚，所以如如不动不起一向，那是白痴啊，对不对？那白痴啊，所以要镇定定慧等值，第七要镇慧，镇慧慧就能够观空理相，能够知道万法皆空，所以镇慧你一定要修学空性的经典、啊、像如来藏系统就告诉你 啊其实佛法自始至终我常讲就是个空的哲理，原始佛教讲业感缘起，缘起性空啊，那大乘佛教讲阿赖耶缘起，缘起性空，对不对啊？那大乘的宗教宗了的宗讲如来藏缘起，缘起性空，如来藏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所以如来藏缘起，如来藏有三种空，如来藏一空一切空，这眼前当体都是空啊。但是、这不空如来藏，它随着无尽的缘起幻现眼前的境界，所以心法色法都是如来藏缘起出来的东西，所以心法色法当体即是空，万法为心，就像你做梦，梦境里面所有的心法色法都是心，都是心，当体即空啊，是吧？但是因为你日有所思，想得太深入，所以那个力量哎变成晚上的梦。那我们过去生的业力的力量变成眼前的境界，它像梦境一样，它当体即空，都如来藏。所以一假一切假，好像不空如来藏，是一缘起来讲缘起，一假一切假，所以当下是空假同时的，所以一中一切中啊。所以我们眼前是真空觉相。因为它体性是如来藏，如来藏说是一物即不重视，真空觉相、啊、眼前是这样，但是心力发现变出现在了身心世界啊。其实我们眼前是存在真空妙有里面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所以若有其他道来到我们人间，有的还看不到啊，就好像天人觉得他们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，也有香水海，也有西米山，也有他们的国土，我们就看不到。你住外太空虚空什么都没有，哪里有天人的世界？所以有人根本是不相信，哪里有什么神，哪里有什么天，哪里有什么鬼，根本没有，他不相信，他无神论啊，怎么会无神？佛明明告诉你六道明明有啊，对吧？明明是有的。你不要播什么，如果真的没有天神，没有这些神明啊，没有谁随便你去弄酒咖，但不一定有灵感才肯嘛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我们那个马祖圣诞啊什么啦、啊、我出来呢还有弄酒咖，还有这个工商的名人啊，还有我们的总统，还有什么都可以耕酒啊，你说对不对？如果他不灵光，那时候总统还要去耕酒啊，有没有能够去耕酒酒还觉得很光荣呢？随便去干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佛弟子，如果你佛弟子都不会去做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修行啊，一个人在三界里面呢、啊，那他们就是希望三界的东西啊，啊，希望得到啊，希望得到什么东西，所以他们有所求啊。所以你看啊，
我们看不到他的世界，他确实是存在的，因为你没有他的业，你看不到。啊，这个世界的真相是真空妙有，我们在人间的业里，其实他还是真空妙有。所以你看，这鬼可以穿墙，可以走，穿来穿去，他根本没有障碍啊。入火入水，他鬼没有障碍，他在这个地方没有障碍的世界啊。在我们人间法界，它可以穿到你的身上去啊，所以有的人会卡到鬼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这个假的东西啊，所以一中一切中，眼前就是个真空妙有的事情啊。所以这正慧能够观空离相，知道它就是空，是众生心内发现，它当体就是如来藏啊，它空一空一切空，它假随着缘起一假一切假，当下空有同时，是真空妙有的东西。是说是有机不重，是真空觉相，虽然有不知道是什么名字，但是我们到了人间法界，嘿，你自以为是啊。那我们已经了解这个真相，反正我现在已经在人间法界，我了解它是真空觉相了，我淡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我现在是人，我要随顺人间的生活方式，佛光同尘，所以我要利用这些假名跟大家相处，但知道它不是实在的东西，你才可以放得下众生迷在这里面呢、啊。贪得啊，这个无厌呐、啊，所以啊，为了贪得无厌，迷惑造业，行了惑业苦，越造越重，最后堕了三恶道，真的是得不偿失啊！所以这正慧能够观空离相，八者解脱，解脱什么啊？能够观空离相，离开了缠缚，没有缠缚，那需要什么解脱？因为你被缠缚才需要解脱啊！如果你没有缠缚，求什么解脱？没有缠缚不需要解脱，所以你哪一天你觉得，哎，我没有缠缚求什么解脱？你赶快还照那一念心，直下承担，那一念心叫做中道妙心。啊，你有解脱的心，还不是中道妙心了？你有解脱的，哇，我解脱的心，那顶多是相貌见，对不对？真正到了了了，就是既无解脱，也没有缠缚，两边都没有，说既无烦恼，也没有菩提啊，说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真是得自在啊。所以啊。第八则一定要观空离相以后，你才真正的得到解脱啊，解脱缠缚啊。那九则是赞叹解脱啊，哈。那如果你既没有缠缚，那就不需要解脱了。那当下那是真正的解脱，那就是真正叫涅槃极尽的解脱，叫涅槃解脱，不是普通的解脱啊。那当然是赞叹了、啊、哇！为什么这样的解脱的心就是佛心？这样解脱的心叫做中道妙心，这样的解脱的心叫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要不要赞叹？当然要赞叹了，说赞叹解脱。那你能够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后，这样的中道妙心就是三德涅槃了、啊。那你已经亲自尝到这个法味了，知道这个意境了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？帮助众生，所以以大涅槃教化众生，以真正解脱的法身般若解脱的常乐我净来帮助众生，讲述一圣、啊、你要知道，讲述一圣一佛圣，讲开讲一佛圣 的经典，功德无量、啊、我们今天我在讲这个，并不是说哎，我讲这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不是这样，绝不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花上真正的功夫。真正的一步一脚印，你根本不知道看啥，你根本就看不懂这在讲什么东西。你自己要真正走出来啊！你要讲了凡四训，训练一个月你就会讲了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了凡四训都很过书啊！你看看那些感应的故事，你讲一个，你准备了一个月的口才好一点的，跟他下下格，而且、哎、很多人听得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你这个，我告诉你，四年二十年都还搞不清楚啊！除非你是再来人，那没有话说了。像六祖慧能大师在的人，他一听就知道，如果你是从一个凡夫地这样修行，你没有几十年了，你要讲一佛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而且你没有去实践，讲了也怕，你知道，讲了也不实际，那个没有那种实际的感觉，你自己心里都没有实际的感觉，你一定要解行自己去努力，真正要真正看得开放得下，你才有那种踏实的感觉，你才有信心十足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。所以啊，到了第十，就是大涅槃教化众生，直接开显了佛性的体相用，以大涅槃教化众生直接讲述佛性的体相用，就是法身般若解脱的常乐我净。说大涅槃的体相用一个名称就是佛性，这样而已。要不要把佛性公诸于世？当然要公诸于世啊！你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，也是讲这个大涅槃教化众生的、啊，就讲佛性，叫你开悟见性了、啊。
唯有这样，佛法唯传本体啊，丝丝密护本性啊，唯有传本体啊，唯有传你的本性，你才可以成佛啊。所以唯有一佛圣，无二也无三呐、啊，所以弟子以大涅槃教化众生呐、啊。那狮子吼菩萨言：“世尊，少欲知足有何差别呢？”啊，那天我们一般也是觉得，少欲就是知足了，这两个怎么差别呢？其实呢，当然，狮子吼菩萨很明白呀、啊，但是他为众生问，众生会起疑惑、啊：少欲不是知足吗？少了欲就知足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还有些什么学问呢？还要解释啊？那为什么还要分成两项呢？你看佛陀分了这么多啊，为了解释少欲之处，底下的解说了经文说了这么长啊，啊，那有什么差别呢？那佛陀就说明了：善男者，少欲者不求不取呀、啊；知足者得少之时心不悔恨、啊；少欲也不求不取呀、啊，我生活够啊。吃得饱穿得暖，我这样就够了，啊！我不需要想要吃啊，吃得好，啊，穿得很华丽，要住的豪宅，要住的舒服，我只要有个地方睡，能够遮风避雨，我这样心就满足了，啊！因为我最重要是要出三界了生死，我最重要是要了道，我要真的要修正成道，成道只要是能够让我成道，我睡王阿波我都甘愿了，睡厕所我都行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不能了到的地方，你叫我住豪宅我也不要，会堕落地方啊！叫我这穿金戴银我都不要，我情可穿那个百纳衣破破的，只要能够成道最重要啊！所以啊，少欲者不求不取啊，所以他绝对不会眼红，也不会羡慕，他没有这些障碍啊，因为他不求不取啊，他只是我只要吃得饱，哎，穿得暖，有个遮风避雨，我这样什么就够了，我天天用功打坐。啊，禅念为喜为食啊，用功读经啊，那有空闲的时候，我就帮助众生啊，去做啊。如果我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财师对不对？那是外财布施，那不要紧，我念财，我去帮助众生，牺牲奉献。现在有很多啊，什么缺少。这种人力不足啊，什么地方需要人的看护啊？那这个佛教的地方需要人的校对啊、校稿啊？哎，哪个地方护持道场啊、整理环境呢、啊？啊，真的，那我去做这些啊？哎，我发现我们有一些人啊，这个佛教有影响也蛮多的。有些人真的啊，虽然他没有什么财力，也许就退休的人员呐、啊，或者怎样呢、啊？啊，你看你去是什么什么医院呢、啊？私人医院也一样啊，啊，那私人医院呢、啊，或者公家医院呢、啊，或者邮局啦，啊，或者是户政事务所啦，或者是什么地方都有那个穿了那为民服务的衣服，啊，一进门，哎，你有什么服务？而且很客气啊，非常客气啊，真的比百货公司的小姐还客气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哦，他们去百货公司，那个公司生意一定很好，因为。他们脖子很软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先生，你有什么需要服务的？你看，那个就是行菩萨道。那如果你去那里服务，手上挂个念珠啊，阿弥陀佛啊，哎，观音菩萨，你有什么需要服务？哇，这个佛教太棒了！你看，佛教的弟子有这么水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么亲切，你看你增长佛教的形象，这就是修福啊。有时间就做这个事情，这布施不一定要钱呢、啊，啊，那个就是什么？就内财布施。完全行内财，不多外财不够啊！我内财还有无畏师啊，还有假如我帮助人家什么地方啊，路上有个洞啊，需要人家去劳动服务啊，什么近滩啊、海滩很脏啊，去近滩，我有这个能力，虽然天气很热，不要紧，我去帮忙协助义务劳动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现在这么老人呢，需要去有人欠人家照顾啊，什么我有这个体力，我就去帮助。协助老人啊，他们生活等等，哎，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种善心人士也是蛮多的，所以台湾虽然有些共业，但是这些善心人士啊，他们都有学佛，他们就是善业把这个恶的共业把它平衡掉了，所以台湾目前还是蛮安定的。所以虽然台风来到台湾，要么就转到日本，要么就变小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共业转变下来的，啊，所以真的佛经讲得很正确啊。啊，这共业会大家把这个重的业力，哎，我们
这个善的业力，本来一餐冲淡就没有那么严重了。所以功业里面有别业、啊，当有一天哈、啊、一些业力形成的时候，还有的人因为他平时都有这些善业，他就能够安安然度过，但是一样会受了一场惊慌，但是他会安然平安的度过，啊，所以有体力啊，这个多行善事，哎，是好事情，啊，多修学正能量，但正能量一定要正见，对不对？一定，啊，要心要很正直，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，正人心邪法，邪法都变成正，如果是心邪了，邪人心正法，正法里面带着污垢。都带着血，外面看得很像很正，但其实他内心是很自私的，想的都是其他的事情，只是我们看不到啊，啊！但是我常常会跟大家讲，大家千万不要存了一种偷机取巧的心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做事情不必要人家知道，通通存在法界里面，通通存在法界里面，啊！你做了一套说一套，讲一套做一套，做得很漂亮，大家都赞叹你没有用，因为通通存在法界里面。啊，因为你的居心很不良，但是外面做得很漂亮，我讲得很漂亮，光明堂皇，对不对？啊，抢他你的功劳或者怎么样，或者用尽了手段，啊，大家都赞叹你没有用，都存在法界里面。不要说什么连鬼神都看得清楚啊，啊，那鬼神都看得到啊，都看清楚啊，天人看得更清楚啊，他们有宿命通啊，他们知道你这东西啊，因为你所有的记录都存在法界啊。你的一言一行一个念头起什么心动什么念通通存在法界啊，弄底里那个记录，我们法界是个大记录器的，无限的记录器，什么都记住，你要起一个念头什么都记在里面啊。我常常举佛陀说，度一个从来没有跟三宝结过缘的一个人，他都跟他剃度了，原来他无量劫以前就念了一句南无佛，对不对？我讲了多少次，通通记在里面，而且一记录就永远不会退失的啊，不会功能退失了，也不会秀抖，对不对？永远记住了，不会出差错了，不会秀抖的，永远记住了。你怕什么？你担心什么？通通记住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一定要记得心存正念，不要想占什么不该有的便宜啊，那没有用，因为都存在法界里面，只是我们人间法界不知道而已，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啊，大概都我说得到现成的利益，那倒霉在后面。因为通通存在法界里面，通通记录在法界里面，啊，有人讲，在临终的时候会现一次给你看，会很短的时间把你一生所做的事情存给你看。那时候，有的人卡位练习啊，有的人很高兴，哎呀，好利好加载。我希望大家那个时候所看到那一场场景的时候，你们。好利好加载，听了讲句世界万话，对不对？通通寄存在法界里面，你要记得，要知道，真的，所以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啊，不知道你辛苦啊，不知道什么，不知道才好，不知道存在法界里面，而且你一句怨言都没有，这就是知足了。一句怨言，一句什么都啊，这还是欢欢喜喜的，哇，这个人就菩萨了，嗯，这个人就会得到了了见了，真的，啊，不是了了见，可以得到相貌见了。要记得啊、哦，所以啊，少欲者不求不取不取啊，知足者得少之时心不悔恨呢、啊。知足的人，哎，他不会说，哎呀，大家都一样啊，大家都一样努力啊，但我为什么待遇那么多，我待遇这么少，我都比人家啊，对不对？我的工作甚至比你苦啊，可是我得到了。报酬却比你少啊！我这么努力啊，可是我却没有升官，你却升到科长、股长。我永远都是科研啊，哎，科研也很好，我科研对不对？我的老科研，大家对我很客气，不敢随便就以死了这样的。哎，这是老公务员的老科研的，我们对他要客气一点。所以你要看看军队里面谁最凶你了，不是排长，不是连长啊。你知道是什么士官长，对不对？士官长哦，还士官长嘞，哦，还有魔家也哦，做派，对不对？士官长最凶哎，连长都怕他三分呢。你知道，你们当过兵啊？现在有的人不要当兵了，我们以前都要当兵了。那连长都怕士官长，士官长哦，对，做派，对不对？那他年纪大嘛，所以你当老科员，哎，说我的同事都升科长了，我老科员，大家对你尊敬三分，你很好啊，他什么都很满意啊，对不对？一样努力，他没有升也很满意啊，这是
过年一年不一样啊，我得到大家对我客客气气，反正大家都很同情我啊，做了40年还是老科员啊，真可怜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不跟他计较啊，看他哪里很恭敬啊，这边很好啊，他什么都往好处想，什么都往好处想啊，他有那个阿Q 的精神，什么都往好处想，哎、啊，这两叫知足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当你碰到不好的，也往好处想；碰到什么障碍，都往好处想啊。这个一定是消业障，这个一定是怎样，这个什么，往往都往好处想，你就是个知足的人，而且自然过得很快乐。你什么都觉得都要跟他比啊，觉得什么都不满，这很可怜。他每天都过在愁老的日子啊，都常常往好处想啊。你看，所以这个就是知足，得少之时，心里不悔恨。啊，他通通往好处想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老科员也很好啊，啊，大家都对他足尊重。你看科长还有人还有对他很讨厌，哎，每个人看到我都这么好，这么善良，为什么？每个人都同情他，对不对？同情他，这个在老啊，要做科员加可怜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对他很客气，哎，这个很好啊，哎、这个知足常乐啊，那啊，所以心不悔恨呢、啊。少欲者少有所欲，诸智者但为法事，心不愁恼啊。所以他有机会，哈、啊，或有机会，我现在大家都对我有时间可以修行，但为法事，啊，可以一心半道啊，哈、啊，可以能为法亡躯啊，他不在乎这一些啊，他道心坚固啊，所以但为法事心不愁恼啊。善男子底下佛陀就说，欲啊，这善男子是指。这个狮子吼菩萨及大众善男子，欲有三种啊。这个欲啊，你看少欲的欲有三种啊，啊，一种是恶欲，二种是大欲，三者是一欲啊。那恶欲指是什么呢？若有比丘心生贪欲啊，欲为一切大众上首，令一切身随逐我后，令诸四部悉皆。供养、恭敬、赞叹、尊重于我，令我先为四众说法，皆令一切信受我矣；也令国王、大臣、长者皆恭敬我，令我大得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、上庙、屋宅，为生死欲、市民恶欲啊！你看这里是比丘，为什么指比丘呢？比丘是比丘，哈、啊。他是这个破恶杀劫，对吧？啊，不谋，他破除一切恶啊。比丘有三个解释啊：破除一切恶法，破一切恶法，为了在出三界了生死，证不上菩提啊，破恶啊，啊，然后起誓，为了他为了精进用功，所以他托钵起誓啊，他说起誓，你今天你要托钵了，你还要尊严。还要面子，还要什么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姿态就放低，把身见我执、贡高我慢放下，我都靠别人啊供养我了，我还有什么、哎、要贡高我慢的？起誓，然后不谋啊，因为起比丘出家的时候啊，这魔王会啊很难过啊，啊又有一个人要超越他了，出三界了。魔王不是叫你要堕地狱的，你只要不超过他，因为魔王他还有。慢心呢、啊？啊，共高我慢，你不要超过我就好，啊，你在我的底下，啊，你升到了，那个化罗天都不要紧，乃至升到我的他化自在天都不要紧，他不要超过我，这样就好了，啊，不魔，但是魔看你出家比丘出三界了生死，我又少掉了一个人民一个臣民，哎呀，难过啊，叫不魔，这三个意思啊，那比丘都还会有这样的。产生这样的心呢、啊，那我们在家人更容易有这样的心，贪求名闻利养啊，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啊，希望能够大家都听你的话，希望得到大众的尊重，希望走路走中间，特别是大家后面随从一大堆，比丘都这样了，更何况是居士，所以他举比丘，也同时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是真正要一心向道的居士，优婆塞、优婆夷。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话，以比丘做水准，绝对有不能有这样的心态。有这样的心态，你有这样的意义，不仅仅不能断烦恼，还会堕三恶道。所以举出比丘啊，比丘是要出家修道。
那所谓的优婆塞、优婆夷也是佛弟子，你比丘都不可以讲优婆塞、优婆夷。虽然你们在比丘还在僧团里面，那我们这优婆塞、优婆夷是在世间上在一起啊，在世间行这四农工商各行各业，你要特别有觉照力，绝对不能有这样的念头在啊啊，否则你修行啊，不仅不会成就啊，对不对？甚至要堕到三恶道去啊！随时提醒我们，所以即比丘做代表，其实这里面代表了四众弟子，全部含着在里面啊。他说，比如说什么叫做恶意呢？啊，假如有比丘呢，心生贪欲啊，他不向道啊。你心如果不向道，那一定会心生贪欲啊，会往外缘，一往外缘啊，都会跟人比拼，就会嫉妒、羡慕、障碍就会出来啊，就会比山头，我的哪个山头大，哪个怎么样，哪个供养多，哪个信徒多，就往外缘，就问题就出来了啊。那个有个居士，他说啊，哎呀，他在外面这样做生意啊，哎呀，他很有道心哦。尤其是非常有道心，他外面这么这天天要跟人家这个谈价钱啊，天天在这没有离开这个金银啊，这个财宝啊，没有离开，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现实社会这个利润的财力啊啊啊，然后他也很紧张，要怎么能够这个抗制啊？所以他每天呢、啊。都应用在读经的时间很长，非常长的时间。哎，我说你真的有智慧呀、啊！啊，你真的有智慧。这些就是你要怎么能够抵抗我们现在，尤其像我们现在社会现实功利的诱惑啊！人与人之间，大家都往前看，不是前面的钱，是金钱的钱，所以变成现实功利啊，所以变成人情淡薄。我们很容易会受世俗的这种诱惑影响。那你怎么能够抵抗这世俗的诱惑？多读经，有时间就多读经啊！所以你很喜欢的经典，一定要找几部你喜欢的经典啊。那这部读完了，就接下来读那一部。但这些经典要有一贯性的，所以说一门深入一贯性的。你读完《坛经》，读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读完读《心经》，《心经》读完了读《圆觉经》，有时间就读经，有时间就读经，这样随时警觉，随时警觉，随时警觉，你才会把你拉回来。你看比丘都会有这样的堕落啊，他也会看哇，别人哇、哦、那高高在上啊，啊呼风唤雨啊，啊国王大臣都听他的，他在啊佛教又很大，对不对？我这当了地位阶又很大，到哪里都是风风雨雨的，哇、哦、很了不起啊，都会产生这羡慕心啊。那有个方法怎么对治？全心在经上用功啊。找一定要你很喜欢的经典，一门深入，每天读，每天读，觉得不厌其烦的每天读，一有时间就读，跟他对抗，哎，真的抗赢了，你就可以降服他，你这种恶心就会把它洗掉。那如果你一直整天在那里想，哎，他们都这样，那我也可以啊。你看他过的日子那么舒服，我何必的这过这种痛苦的日子？我只要会演戏啊，会表演一下子，我一样会跟他一样啊。那你天天这样心啊，那找课嘛，哎呀，反正这个佛讲了，我佛讲了，我念给他听了也没有意义嘛。那我就缩短一点，三分钟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、那没有力量啊，根本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你最起码天天要读了几个小时，真的。啊，你早课可以短一点，但坐在那里读书的读经的时间要加长，你才有力量来跟他抵抗。我那位朋友真的善根非常深，他居然会用这一招，他说这一招非常有效，所以他能够在跟他谈价谈什么的，他可以不会动心，因为他常常有天天在读他喜欢的经典，在谈价格的时候，那些经典的影像会现前，也有三宝的威德力的加持他，让他不动心啊，不动心反而谈得很顺利，一动心反而冲动会讲错话呀，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呀。所以你看他希望什么呢？令四部悉皆供养恭敬赞叹尊重于我啊，那我啊，令我能够为四部说法啊，为
比丘尼啊，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又跟他们说法啊，让他们都听我的话，看到我就给我顶礼礼拜，然后就给我供养，哇、哦，都有赞叹，对不对？哦，看到我做，对不对？啊，恭恭敬敬的。我告诉你，谁都喜欢这样，但这个酒的养成习惯很不好了、啊。以后稍微有一点点给你不好的眼色，你马上就心里就很不高兴，甚至还会想出不好的念头出来，这是不好啊！你这样啊，所以修行一定要从逆境下手啊。逆境你逃没有逆境的修行，你是突不过了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要修行人，如果他一修行就碰到了顺境啊，这个人倒霉了，他不是硬。不是好运气、啊、一定是倒霉。为什么？顺境你就迷进去了，而迷进去了，你就根本没有办法修了，习惯了，对不对？习惯成自然，我应该就这个样子了，就被惯坏了。被惯坏了以后，对吧？稍微一点苦，稍微一点逆境，他都受不了了。你想看他那么好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真正发心要修行，碰到逆境，你要赞叹了，要高兴了。我今天有个机会啊，所以在那个莲池大师的《祖藏随笔》里面。啊，就讲了一个故事啊，啊，莲池大师在讲英国的三世英国的事情呢、啊。那一位老比丘就说：“哎，你讲得很好，但是你有没有办法举个例子，让我们更能够相信？”哎，莲池大师说：“有个年轻比丘啊，哦，很精进啊，在那个山里面闭关，很精进，二六十钟都精进。”啊，早晚施食啊，这个晚早晚都施食啊，这个很用功，很精进，哦，六十钟礼佛很精进，哎，后来有点定了，有点神通了，肯定有点神通了，别人发现了，哇，大家给他汹涌礼拜，把他请到都市里面做个大寺院给他当住持啊，哦，他慢慢年纪大了，哇，信徒越来越多，现在就是供养恭敬赞叹，哦，他早晚课都不做了，天天都接受供养，接受啊。接受这个居士们的歌功善德，听得很欢喜，对不对？那就爽，很爽快，对不对？哇，师父啊，你不得了啊！你是古佛再来的，你是阿弥陀佛再来，你是什么佛再来的？哎，我们很多居士都会封人家这样的，哇、哦，你是什么佛过来啊？这样封啊，这不好啊，你知道？会把他惯坏了。哇、哦，他越听越高兴，越听高兴，现在早晚课也不做了。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也不过午不食了啊，天天都想着安逸享乐了啊，什么衣服都穿得很华贵的，住的也要舒服，床要很舒服了，眼看他堕到地狱去了啊。那位老比丘听听，哎，那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莲池大师笑着，正是你呀、啊，仁者正是啊，你知道？他在顺境里面，他一天一天堕落，他不知道。但逆境的时候可突破，所以你要知道，顺境很难修啊，啊，逆境容易修啊。所以我们讲，逆来顺受容易啊，逆来顺受容易，顺来什么要忍受啊，一切法都称为忍啊，顺来反而要忍啊，要忍住，哎，马上要提起警觉，我要忍住，不能被这个顺境迷惑颠倒，顺境能够让人家迷惑颠倒，迷恋这个境界而舍不。放不下，舍不开啊，所以啊，你看，二零四部悉皆恭敬供养赞叹尊重于我，我先为世众说法，令一切信受我语，大家听我的话，我话讲出去像圣旨一样。你看看，真的啊，有些大法师没人跟他供呢，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我们台湾的总统都有人会批评他了，对不对？骂他什么什么都对，我们常常在电视看到有人在批评总统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大法师骂不得的，嚯、哦，骂了，你敢骂他斗地狱，嚯、哦，不客气，对不对？哈，不敢批评了、啊，嚯、哦，就是没人敢批评，啊，除非他是佛，没有话说。人谁人没有过啊？谁人没有过？你有过，没有人跟你讲，你的过都把你赞叹成非常的优良，你被修什么行呢、啊？很难修行了、啊，你要知道了。所以接令一切信受我也。还有呢，也令国王大臣长者皆恭敬于我，令我得到大德衣服啊，饮食卧居衣要上庙屋宅，住了别墅，很豪华的别墅，很舒服的这个皇舍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人这是排班来照顾他，很多人这样来随从他，哎，走到外面去，左右随从一大堆，对不对？像王爷出行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，那这是生死啊，这真的生死，是民恶意啊。那他为什么这样？
他也是自我安慰，我在风华立身，所以我需要名，我需要什么，他一定会有找一个自我解嘲的借口啊。你要知道这些事情，他心里的事情通通存在法界里面，到最后会做一个总算账的，你要知道很可怕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检视自己的内心深处到底想些什么，或者说他怎么敢会这样，他一定是在找借口，他一定看到借口，我为了弘扬佛法，我为了利益众生，我为了怎么样，我为了普度有情，还嘴安的讲啊，心里这是一个障眼法安慰自己，其实内心想的都是就是佛讲的这些道理，其实为他自己，但他为他自己心会不安呢、啊？他找一个借口，我就是为了被躲众生，所以我需要名，我名才能够度众生，我需要国王，需要大臣来当我的八股，我才会啊得到大家哎来听我的话，我怎样说到处攀援附奉，真的，果报当然是三恶道啊，这当然是三恶道，招不起了。我告诉你，任何事情都存在法界，你这一点一行，你所有的一个念头都存在法界，到一定都有一个最后的审判。我告诉大家，所以你做好事情，没人知，我恭喜你，都存在法界，招不起，你知道？啊，那他会帮你消业障，甚至你做好事被冤枉，不要紧，消你的业障，你将来会解脱啊，你知道？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啊，像这种啊。是名恶意，这不好的意，这是堕三恶道的恶意啊！啊，那底下的大意更恐怖啊！云何大意？你看这的比丘啊，啊，生于异心，这你看都是以比丘做代表。其实居士也有啊，啊，以前那些这居士啊，自己称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，还封人家什么吉果啊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讲他，他信什么啊？最后他要他。病得很严重，要往生的时候很痛苦啊，啊，他写了个公开的忏悔文，请那位现在在中国佛教会，护法主任委那个一个比丘尼，叫什么？你记得一个比丘尼众曾经主持什么同性结婚的那位，啊，哎，对对对，请赵慧法师。公开在《自由时报》写了个忏悔文，我公开发论忏悔，我以前错了，什么什么什么啊？因为他自称他证了阿罗汉果了，什么了什么果了啊？他的家人又证了什么果了啊？然后封他的徒弟是出国了，什么果了啊？对不对啊？这个我造了大妄语，我未得有，所以我今天得到了果报，我怎样？我忏悔，我现在我一个希望，只有阿弥陀佛可以救我了，我发露忏悔了，我过去的多多种种都错误了啊！我发露忏悔，公开了，登个很大的社论了，登在《自由时报》哦，这样登出来好大一篇呢啊！我啊，那登了以后公开忏悔，我希望啊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哦啊！这个大莲花把我下品生了不要紧了，对不对？或者哪里去阿鼻地狱啊？你也知道，未得也得，所以他用比丘做代表啊，居士一样会。啊，那和居士一样会，那比丘你是已经决定要出家修行了啊，要当佛弟子，不做辅助啊，要当佛弟子了，你还走这个，对不对？那这更糟糕了。所以几个比丘是代表四众，所以我们在家人也要想，不是说啊，这做跟我比丘天跟我没关，就跟你有关，息息有关。几个比丘是代表四众的，一定要记得啊，一定要记得。你看，这个比丘生于异心，其实他只是有欲望。啊，希望得到名闻利养啦，啊，五欲六尘啊，这名有利养，啊，哎，云何当令四部之众悉皆知我得初住地乃至十住，啊，你看，我要想尽办法让大家以为我已经得到正果了，我已经不是只有觉悟，不是只有闻慧，我已经思惑，我已经修所成慧了，我修所成慧到什么？初住地乃至十住啊，这是相貌见呐、啊。那住贤位、三贤位、相貌见的相似系佛，初住地乃至十住啊，乃至还有啊，更夸大的，自己还说他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，已经开悟正果了，见性了，成佛道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，啊，乃至啊，如果谦虚一点，乃至说他已经证了须陀洹果了，乃至我得四禅了，或者四无碍智的时候，得到四无碍变，四无碍变一定是开悟才有办法。这个四无碍变，因为它里面有理无碍啊，你法无碍可以
依这个经教道理来说明呢、啊？啊，那义无碍什么？义诸佛妙理是义在言外，它不是在文字里面呢、啊，哈、啊，这是攸关文字啊，它只是它文字只是职业标、啊，它能够讲出那个业啊业的那个状况啊，所以那你一定要开悟啊，要开悟才有办法得到四无碍智啊，所以四无碍智是很不可思议的智慧。前面我们在唤醒品啊，啊，你要有真正的唤醒，才有真正证得的四无碍智啊，所以乃至他已经证果了。乃至他有得数爱，哎，爱智了，这是什么？未以利养，名为大义。这种大义果报是阿鼻地狱。为什么？未得曰得，这个比前面那个恶意还可怕。这个是这大义呀、啊，啊，果报是阿鼻地狱啊，可怕呀！你看，啊，这是大义啊。那什么说意义者？意若有比丘啊，一生梵天、摩天、自在天、转轮圣王。若刹利若婆罗门皆得自在为利养故故名意义啊，那有些修行人对不对啊，他不是真正想出三界了生死啊，像这一类的都是佛门外道，佛门道有的希望我借着修行啊能够健康长寿，改变命运，改变啊我的命运，哦否极泰来了，逢凶化吉了，改变命运了，能够穷了变富了，目的在这里啊，啊，转变自己的命运，或者将来死了升天了、啊，升到凡天了、啊，去享乐去了。所以你看，啊，他这些比丘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比丘这几世中啊，这很多在家居士都有这样这样心哦。我修行啊，我、哦、改变命运了，怎么样？所以你没有看，这尤其是在家居士特别多，你没有看，现在天津文化的没有几个人，人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可是法会哦，每场法会是超荐哦，什么的消灾免难哦，什么的法会哦，人越来越多，啊，其实那就是方便法哎，那是方便方便界呢，那是世界稀谈呢，啊，你说，但是大家都喜欢这个，这个有行情的，有市场，大家所以很在道场都办这个啊啊，讲经弘法的，对不对啊？大家听不懂或者怎么样，人愈来愈少，越来越少。啊，尤其这个新冠肺炎以后，人越来越少。我们以前嫁入佛仙，我21班合起来有500个学生呢，啊，啊，现在只剩下一半，所以我也不想干了，对不对？越来越少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人越来越久，读研究佛法了，真的想修行的人越来越少，大家都想消灾免难呐、啊，改变命运呐、啊。啊，虽然嘴巴讲了我要出三界了生死，我要怎么样，但内心的深处讲的是我怎么发财，我怎么能够消灾免难，我怎么能够怎么样，都想了这些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法会特别多，啊，加持了，求加持了，求什么了，啊，特别多，啊，天经论呢才是真正的究竟义啊，所以佛在我们人世间最主要是弘法利生呐、啊，叫那叫依教奉行，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啊，但是呢，啊，他因地心不正。这果遭遗弃，所以都是佛门外道。虽然他信佛，但即使他信外道，所以他心里想着升梵天，啊，得了梵天就享乐去了梵天，或者是摩天，摩天是什么？升了异界天，摩天是异界第六层天嘛，升了异界天。所以古时候印度外道啊，他们有的人只想升到，他们就把四天王天乃至于倒立天，就认为是涅槃解脱的了，涅槃解脱呢，啊，其实他们都是有欲望的。所以你看现在那个我们现在些这外道宗教都是叫你升天，很多人都信了啊，所以你说他是以欲啊欲望他升天享乐啊永生啊欲望啊，所以当然外道比较多，佛法的修行一入手就能远离无欲啊，当然修的人真正修学佛法人就比较少，因为你没有远离无欲，你怎么出三界、啊、无欲是欲界最初啊，你喜欢的那个禅定乐都出不了三界，你喜欢那舍念清净乐，还有个舍色转，那个也出不了三界啊，那是无色界的色天呐、啊，那无色界天呐、啊，也是出不了三界啊。那你不离无意，那是意界都出不了了，还想出三界，那怎么行呢、啊？啊，那你看其他啊，现在我们世界的宗教，有的就叫你升天想无意，他们认为无意那个天堂就是涅槃极境，就解脱了。你看，如果我们佛弟子还有说，哦，我升到什么地方就解脱了，就享受快乐了，你根本就是以欲心为底啊！你哪是真正的佛教徒，是佛门外道啊！
啊，那另外一个宗教说，哎呀，都不仅你义啊，还加强义啊，你升到天上去就有49个处女当你的太太，哦，那个欲望发扬的更大，所以，哎，他的信徒就特别多，现在越来越多了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所以一生奉天啊，把天啊升到天，或者是摩天的欲界天了啊，或者是自在天的摩西首罗天了，摩西首罗天还是在那个第四禅天呢、啊，是第四禅最高天，摩西首罗天。第四禅天最高有两处，一个是色究竟天，色究竟天圣人住的，啊，是那个阿那含果啊，正阿罗汉他们在那里修行的、啊，啊，是最高的色究竟天。那另外一个是凡夫天，叫摩西首罗天，啊，就大自在天身摩西首罗天，啊，他们就是。真的统领三界啊，他三界的事情，那摩西首罗天的天主神通很大，这么三千大千世界里面，哈，这个现在下多少地的雨，他一照就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可以观测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也蛮厉害的呢。那摩西首罗天大自在天身，啊，那差一点，那我当转轮圣王好了。啊，转轮圣王，哦，啊，金兀难统治四大部洲，哦，还有这个很庄严的太太，对不对？哦，神会的太太，还有他的财政部长，什么都有，嚯、哦，转轮圣王也很好啊。那如果没有转轮圣王当，哎，那么，哦，我就当刹帝利啊，当统治者啊，对吧？刹帝利只是印度的统治者，那或者是婆罗门，对不对？受人家尊重啊，他是老师啊，啊。是这个是四种性的老师啊，婆罗门受到到处都受人的尊重，到处都很得到自在嘛，所以他的修行学习佛法是想要自在，想要得到福报啊，那佛门外道啊，所以很多人就是啊注重在福报啦等等啦，用福报来引诱你啊等等啦，你要看你的心呐、啊。你要用福报来引诱你，你就动心了 啊，你这个来参加多少福报多少功德多少福德，你就动心了、啊。对不对？那你就跟这个相应了。你要什么？你就可以得解脱啊，可以开悟见性啊，啊，可以找到宇宙人生万法的真相啊，可以了解诸法实相。哇，这个要精进，你马上动心了、啊。哎，你是真正的修行人啊，真正的佛弟子啊。所以这是主佛门外道，一生梵天、末天、自在天、转轮圣王、肉刹帝、肉婆罗门、皆夺自在，为利养故，这是名利益。啊，这个修行说出不了三界，不一定会堕三恶道，但是绝对出不了三界，啊，他也会布施，也会行善，啊，哎，他会布施，但是呢，他不懂得止观，不懂得修六度，忍辱，哎，很难呐、啊，忍辱持戒啊，止观就般若禅定未必，但他会布施啊，所以他是出不了三界，不一定会堕三恶道的，但前面那两项是。绝对堕三恶道，第一项会堕三恶道，第二项会堕阿鼻地狱，未得也得大妄语啊。所以，若不是为三种恶意之所害者，是名少意，这个叫少意。所以，少意一定是什么？真正一心向道，这才叫少意。你心里没有向我一心向道，不管你向道向的是要出三界了生死，或是我要证无上菩提，都是一心向道，都是少意啊，都是叫少意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念头，那你根本就是有欲望，你要知道要出三界了生死啊！如果不是为出三界了生死，佛根本不必来人间呐、啊。因为那时候古印度96种外道都是三界内，他已经可以达到非想出天喽啊！所以那个佛的一位老师啊，他教佛陀禅定的、啊，叫到四禅天跟四空天呐、啊。他那个老师啊，两位老师能够教佛陀达到四禅定，第四禅的四禅定，还有四空天的那个非想出定，你看看那个境界有多高啊！那古印度他们就有这样的功夫啊，或者认为这不究竟，或者他才自己修行，他阅读明心才开悟见性啊，才真正了解宇宙人生万法的真相，了解这甚深缘起的真理啊，是空性甚深的缘起，当体即是空性，没有一法是真实的，万法唯心，当体即空，或者才看到这个真相。啊，他才真正出离三界，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因地心要正确啊，那个因地心要正确，因地不争，果烧已去啊。你不管怎样，你要出三界了生死，也是因地争。我要证无上菩提，成佛道，
这个是佛最欢喜的，因为我有一佛身，我也有无三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要真正想要证无上菩提，没有出离心也证不了。所以出离心是三神共有的基础，因出离心啊，但是我不以化成为满足，我要以成佛道为满足，这是佛最高兴，真正的标准的佛弟子啊，那就是要行菩萨道啊，啊，能够牺牲奉献啊，不是追求自己的享乐，自己的怎么样，不是这些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啊，假如不是为这三种恶意之所害，就是少欲。所以这个少欲一定是真心向道。所以自己有没有真心向道？问谁啊？要问谁？问自己，你这心里在想些什么啊？你心里在羡慕人家有豪宅，羡慕人家有高档车，羡慕人家怎么样？你根本没有道心。有道心的人，我两只脚可以走最要紧，我那白卡比行那才惨呢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我两只脚可以走，我还可以骑 U-Bug， 对不对？听说现在 U-Bug 也将来会有电动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可以走就好，或者我脚不会走，我走到 U-Bike 都不行了、啊。是 U-Bike 知道吧？脚踏车啊，我们不是那个试用脚踏车，我脚坏掉了都走不动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行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真的要这个道心。所以自己有没有道心？问你自己，不是问别人。你真正有强烈的出离心，有强烈的道心，你一点的成就。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道心，你读再多，你再怎么样都不好，因为你没有道心嘛。你知道道心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道心坚固，有没有？要坚固啊！有道心坚固人，那绝对是知足啊。所以啊，这个，不为三种恶者之所害，则是名少欲。欲则名为二十五爱啊，所以这欲则是二十五有啊，二十五有就是叫二十五爱。啊，二十五爱，我们这个人世间啊。人间呐、啊，异界有异界的这个无异的爱呀、啊，色界啊有喜乐的爱呀、啊，无色界乃至四禅啊有舍念清净的爱呀、啊，所以他们都还有贪嗔痴慢呢、啊。所以这三界啊，有异界的师后，有色界的师后，有无色界的师后啊，都是有这二十五爱呀、啊。无有如是二十五爱，名为少欲呀、啊。没有这二十五爱。没有二十五爱，我刚才跟大家讲，就是想要出三界了生死。哦，我真正的出离心，不管你是想要证阿罗汉果，或是要证无上菩提，都叫少欲。但是你道心一定要生出来。所以我们学佛人生不出道心，那你修行绝对很难成果啊，因为因地就不真了，因地不真，果就遭了遗弃了，就会有变化了。所以不求未来所欲之事，名为少欲呀、啊。啊。所以不会求我希望得到些什么啊啊，这希望有些什么啊成就了、啊、怎么样了、啊，啊，所以以前大家知道，那个，庞蕴居士，庞蕴居士本来就决定要走了，哎，他真的生死赛很不容易啊，啊，叫他女儿林照去看看外面的太阳如何，中午到了没有？哎，林照知道他父亲要走了，他们修行到那个功夫啊，他们一家都是菩萨嘞，很不容易啊，哎。哎，他知道父亲要走了，好了，他就故意骗他父亲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他已经是中午了，可是却入时呢，太阳被遮住了，是入时了。那显入正中正是表示中道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这中道的太阳被入时挡住了？这不吉祥，不太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庞蕴居士就跑到外面去看看，这入时是今年给人呢？哎，结果根本没有入时，结果回来，他女儿坐到他的蒲团上先走了。”你看他先走了，哈哈，他说哈，我女儿先急了，所以他就把他女儿处理完了以后，过七天的时候，他的好朋友做个大官的好朋友他来了，但是他这个做大官的好朋友也很有权势，很贪的 啊很贪，那他怎么劝化他呢？他的讲堂身体不舒服啦、啊，然后视线生死无常，然后哎呀，我累了，就轻轻靠，把这个头开到他的膝盖，靠了以后，啊，然后讲了一句话：但愿空诸所有啊，慎勿实之所无啊，什么都可以空掉，但千万不要想我得不到，我一定要去得到，啊，慎勿实之所无啊，
世间之事犹如梦幻了、啊。这世间的事，最后一口气不来，什么都没有啊！而且世间的好坏没走，是非善恶，你喜欢，你讨厌，哈、啊，你的贪求都是你的心变出来的，心是空的，它变出来幻影，你被这个幻影骗了那么久，你还放不下，赶快放下吧！所以但诸对不对？空诸所有，甚物实之所无啊！实之所无就是没有得到，就尽量得到。世间一切万事万物犹如幻影，什么你都得不到。然后，就走了，这头就靠在他的膝盖就死了。世间，你看，我现在死了，什么得不到？哦，你看，哎呀，那他这个好朋友，哦，很压抑啊，知道庞应居士对他的好意啊，他深感啊惭愧啊，他心里就是想要多贪多求啊，贪欲不止。所以你不要看了。有钱的人很贪呐、啊，而且有钱人很小气呀、啊，你知道？然后你跟他讲，哎，你那么有钱呢、啊，这么小气还这么小气？他跟你讲，我如果没有这么小气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对不对？他还会告诉你，振振有词的告诉你呀、啊。所以他朋友很有感触，受了他的影响，啊，所以啊，他就懂得如何来行善布德啊。所以在这里讲啊，啊，不求未来所欲之事啊。因为少义啊，得而不足，是名诸子啊。得而不足是什么？你不要得到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哦，我的壁垒分明，不要有这个我的、你的，不要我的啊。这么讲几地挖家不要紧啊，什么时候要走我也管不了他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现在在我就可以应用它，我应用它往好的地方去用。可是我们人对不对？这是我的哟。你看儿子跟兄弟姐妹的，这是我的哟。哦，这是你的，大家分得很清楚啊。所以你看长辈一往生了、啊、而你就打官司啊，哦，我要分我的，大家你的在那里分，在那里争执去争执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得而不足是名诸子，你不要去争，这是我的，来了只是暂时在我这里，暂时我可以用它啊，什么时候走了啊，走了就走了，反正它不是你的，我的，他的，只是我运气好，现在暂时在我这里就肯定的啊，呢啊，我可以运用它，我可以当家来运用它，我朝好的方向去用，这个就是诸子啊！你要是分析这些话语，贪念就出来了啊！相对，所以要你相待能所断肠有无，这个能所我所，这个最大的祸患呢、啊？没有我所，那绝对百分之百的知足啊！不求恭敬是名少欲 啊！得不拘计是名诸子啊！得到不拘计，但是啊，如果你有业退，嘿，对不对？那就可以不拘计。如果你没有为业退，你是要保留点养老金，哈、啊。现在社会已经变了，现在啊，我连报纸都登啊，啊，这个养老要防止啊，对不对？报纸都这样登了，我看得很讶异。以前是啊，这个养子防老，现在是这个养老要防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时代不一样了，是吧？所以呢。这个如果你没有月退，每个月只有领国民年金，我现在领国民年金一个月3000多，那你就必须要有一点点积蓄养老本，对不对？跟人家开口，这都是很辛苦了。所以我现在所保留的生活，就是我的每个月可以领个几万块出来生活这样而已啊。我就是过这样的生活啊，已经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能力了。所以啊，你没有这个。嗯，业退奉你是要有点积蓄，这是必然的。没有一点积蓄，那会，那你为了你生食衣住行的问题生操劳啊，对不对？你修行就会有障碍，是吧？没有一点福报，修行不行啊。所以修行也需要一点福报啊。所以德不拘计，是名诸子。所以你就要算准了，我生活够啊，我养老够，还不需要再贪得，其他呢可以拿来。啊，做善事，啊，修培植我们菩提道的资粮啊。那善男子也有少欲不诸足，有诸足不明少欲，也有少欲也诸足，有不诸足不少欲。少欲者为须陀洹，诸足者为辟支佛。哎，这个比较简单啊。少欲者为须陀洹，诸足者为辟支佛。少欲诸足者为阿罗汉，不少欲不诸足者为菩萨。啊，这个啊。这个是真正的修行人，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地方，前面是不好的，啊，举那个比丘那是不好的例子，这是举好的，这是真正的修行人。然后少欲诸子啊，
或者少欲不知足等等，这是指修行人。修行人可以分成少欲知足、少欲不知足等分别啊。所以佛陀在这里再加一个说明：而善论者又少欲不明知足的，这是什么？修行人有知足不明少欲的，也有少欲也知足的，也有不知足也不少欲的，有这四种。那少欲者是什么？他欲望很少，在虚陀洹啊，就他一心想要出离，所以他一心向道，我少欲，我就要向道，所以非常的用功，修四念住观非常的用功啊，四念观啊，五停心观，四念住一心就向道，所以他不求什么欲望，他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。他只要赶紧能够解脱生死烦恼，能够赶紧断见思傲惑啊，能够出三界了生死，所以这是啊，以出离心而得了很坚定的少欲，这是虚陀洹。那诸足者为辟支佛啊，那辟支佛啊，虽然他以正果的治疗汉，但是辟支佛呢啊，他自己已经对这个世间的欲望没有了，他知足了，我已经啊。不仅断了见识后，也断了见识习气的都断了，哎，但是呢，他还懂得入世间去帮助众生，哎，但是他并不是像菩萨这样积极的入世来度众生，啊，他有缘啊，在众度众生，以神通变化来度化众生，完了以后又回到这个森林里面啊，在那里这个安享他极静的那个日子啊。他那个清净的日子，那哎，有时间他要出来入世帮助众生，度有缘的众生，他用神通视线来度化众生，度化完了又回去了，但是他永远的心里会非常的安定，所以这知足者为辟支佛，他哦能够自保所小，可是呢他能够入世度众啊。那少欲知足者为阿罗汉，阿罗汉呢哈，他是少欲知足自己呀、啊。他不度众生，除非你去找他，他会告诉你。你不找他呢，他少欲知足，他对于来世也没有什么需求，他只要想得到是赶紧解脱入偏正涅槃啊。那个，如果没有佛陀告诉他们回小向大，一定会成佛。这个阿罗汉呢，少欲知足，甚至有的住的正的阿罗汉国的啊，他怕退化啊，退化退步了，退成虚陀洹国，有的人还一心想要赶快。死掉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候在佛寺就有阿罗汉，佛陀为他证明说你真阿罗汉了，他就自杀啊。或者这个事情佛陀知道以后，下令不可以做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等于杀人了，罪过很重，因为你杀了父亲的儿子，杀了哥哥弟弟，弟弟的哥哥，对不对？杀了太多人了，这都不可以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在你的阳寿尽了，你要入偏正涅槃才可以入。偏正涅槃绝对不能当，这把自己杀了就入偏正涅槃去了，回生冥智就从此不见世人了，这不可以啊！所以这个少欲知足，这阿罗汉了啊，这是少欲知足到了极处了，这阿罗汉。那有不少欲不知足的，就是菩萨了。菩萨四弘誓愿真的是不少欲也不知足啊！你看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众生是什么时候会度得完？永远度不完呐、啊，所以绝对不知足的。烦恼无尽，誓愿断，一定要把四十二品无明全断尽了、啊。啊，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我为了普度一切众生，所有的无量无边的法门我都要学啊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所以你看，啊，这个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此愿是实无尽的大愿呐、啊，没有办法停的。所以不少欲不知足的，这是菩萨了。那。这是菩萨，所以善男子少欲知足还有两种，那是少欲知足，一者是善，二者是不善。不善者就是凡夫啊，善的就是圣人菩萨呀。那一切圣人虽得道果，不住称说，故心不恼恨的，是名知足啊。那一切圣人虽然他证成圣人呐、啊，啊，开悟见性，他悟即是不悟，得就是不得啊。心活众生参如差别啊，没有凡圣的差别啊，心平气和啊，没有你大我啊，你我心成圣了，你是凡夫啊，没有凡圣之差、啊，是真正一个无修无证者，心平气和啊，不会起这些分别心啊。所以有些圣者就随顺因缘，像我们船主和尚，他开悟见性以后，他去帮人家划船做摆渡，后来传法给。
那个夹山禅师啊传话给他，他用很特殊的说法让他开悟见性，他然后他就走了，他离开世间了。你看这个啊，他天天做摆渡，摆渡是个等于是也是个工人呐、啊，帮的工人呐、啊。他不说、哦、我已经成圣了，哦，我就需要得到大家的膜拜、大家的尊敬，没有，他做摆渡替人家服务啊。那你看啊，我们的陈真树啊，木竹和尚，你看他能够传给云门禅师，成为这五宗之一的云门宗。你看他，当他母亲生病。啊，他换下了俗家的衣服，他不是说我已经开悟见性了哦，你们要供养我，我把这个钱拿去照顾我的母亲，没有，他去拿他以前学会的看家本领，做那个草鞋，他编了很多草鞋，拿去市场卖，啊，拿那个钱来供养他母亲。你看他在做这个草鞋，也等于做工人了、啊，所以不会说哎呀，我已经开悟了圣哲了，我不做这种下贱，我只能够做弘扬。佛法的事情，他做这个出家的事情。那你看，还有我们的庞印居士，他开悟见性了以后，他把他的财富存在香江里面，他自己每天还种那个竹子，啊，拿铺那个竹皮去做那个芽的芽，对不对？那个会漏水的，比如啊，古我们现在用网子，他古代是用竹子做的，会漏水，要。瓢什么东西把水漏掉的啊？东西存在那个瓢子里面，用竹子做的。他去做这东西，拿到市场卖，养他一家人，啊，那庞博啊，他的儿子啊，都去田里工作。他过这种事情了、啊，他也没有什么奇特的事情了、啊。他做这个，啊，所以人都觉得哇，你已经开悟了，你应该是高高在上，受人家供养，没有，他过得非常平实的日子，啊，所以他觉得凡圣不二啊，众生即佛啊，无二无别啊。迷叫做众生，悟了就是佛啊，大家就是佛、啊。所以你问禅师说佛在哪里，你就是啊，你放下妄念，当下成佛啊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、啊，心佛众生，身无差别啊。所以他绝不自称啊，啊，得到佛他不自称说啊，他不会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啊，他不自称说，所以心里没有恼恨，非常平和，永远都是一种平怀泯然自尽，心平气和，安详自在。如果你随处都是这样，你这很容易开悟啊，开悟的因缘就是你心平气和。如果你很容易激动，心里常常的浮躁不平啊，你还努力啊，先把这个平掉，你才有开悟的一天啊。这四明之子说，善人者，菩萨摩萨修习大圣大涅槃人意见佛性，是故修习少矣之足啊。所以你要这个意见佛性，先得一个相貌见而已。你首先要修习少欲之处，这实践很重要哦。我们今天就讲少欲之处两事哦。你要想想看，你想要了了见佛性，而入真正的实证证悟，而且证悟是相貌见，这十项你达到几项？如果你一项都没有，你只是思想游戏、语言游戏波罗用，贪嗔痴不能断。这十项的断我们的烦恼贪嗔痴啊。好，我时间超过很多了，因为这一段要把它讲完才告个段落啊。啊，你们要坐公车了，很抱歉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，恭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